来看这头发，后面是绑的印儿还是啥？绑的印儿。绑的印儿。大家分享一个能经常出业绩的一个发型。你多大了你？29。29。那咱俩一样。93的是吧？94。94的。在现场设计发型，我虽然说给大家经常展示的短发多，但是长发也是非常多的。发型之前要把业绩做得高一些，那肯定是现场的综合能力。就这个发型我剪短我也能给它剪好看，那 OK 我给它剪长一点，那这个发型也能剪好看。如果剪长那 OK 我的现场剪长是什么样的技术，其实整个感觉还是长一点。那就定到锁骨这样吧，好吧，好，不要太短。卖百万的一个发型又来了。500 dollars.